我亲眼就看到赵尊生，我都不相信我陈忠祥起码就算在一起。我亲眼在另外看。因为结果也是同款，内面意外以后根本就不是我公司代理的。陈忠信，你去给人骗去。妈，阿姨，吴总裁，总裁，你拄则讲阮公司，这个意思是讲安波罗嘛甲总裁有关系？杨总裁跟安珀罗有关系，这就表示跟吴姬集团有关系。我们报告安珀罗接手时阵，并无发现这点。安珀罗是我个人的投资，跟吴姬集团根本就无任何关系。我是安珀罗的股东，假使你有任何怀疑，稍等我会请蝴蝶提出会当证明我是股东的文件，互恁看。香水，这个名卖这么细啊？安怎？今仔嘴拢合袂起来啊！你去想袂到，当年我叫恁陈家豪出去，让你看无目地查某，即摆竟然会当翻身，变成吴姬集团的总裁，还佮有安珀罗的大股东。刚刚，刚刚吴总裁就是再三要甲我讲过迄个。像因爸爸伫外口的查甫，竟然是伊，是要到客户那陈忠信已经有案，那你看起来，阿姨这个来，实在变变咯。你想对的后悔，你的后悔对我的王家这么无情，你想对的后悔啦，我拜托你啦，我拜托你。大姐，你这样想要去倒位？忠信，我拜托你，你别跟我作动好不好？我知道你阿爸现在当面去找县内麻烦，我一定要跟他阻止，啊，若无，他想对的后悔。那个江道生明明就是一个世界害人的妖道，你竟然还叫他生的，你果然是一个无分是非、不吃查某的。尤小姐，中一日破病，你不就紧带那个先生看才对。你那人请过来扣单，哪里不好啦？现在中一人在病院，连医生都讲伊无救啊，伊只敢剩一口气安尼。我拜托你，你莫跟我作动好不？现在敢剩新的有才调，我拢跟伊约好安尼。现在中弟万要病院。就等现在来用法术来救伊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都无啦。什么用法术来救命？那是无可能代志啦。这种无药无食话，你嘛咧相信？你家己无知识就做赌耍。我阿爸是地方上有头有面的人呢，伊即马当咧为民除害，我若是帮你去阻挡，你就害伊名声规拢臭去啊！啊，国家安怎讲？忠信嘛是伊的后生啊！你只是一个头生私生子尔。
阮阿爸的情分，拖落去，敢还阁无够？你是想要阮大家的声望，拢摆伫你手头，你才感觉是无？我绝对袂顺你意的。忠臣，你若这么残忍着，不管怎讲，伊嘛是你的小弟啊！我无小弟，我是大家唯一的高见尔。我求你，求你手伸摇管，好不？就算讲你无承认，伊是你的小弟，你是不是会当看到伊搁遮尔啊细啊，搁半白的份上，让我赶紧找新的来救伊？好，我甲你保证，你若我过去，我绝对以后袂搁小想想要打你恁大家的大门，我一定会带这个忠臣赶紧离开这，我绝对甲你保证，我求你好不？我求你，我求你！少爷，阿伯，我不准啊！我今摆人就裁量价，看什么人有才能有我这鬼！敢讲你教我牺牲一条性命，我要做到我去救人？你这是为着要救一个已经猝死的人，甘愿其他人去受害？敢讲恁囝会当活命上要紧，别人就死好是无？我是忠臣的妈妈呢。我当然也没有顾一切来保护伊，我想要来救伊。忠臣，你的心肝哪这么凶，这么绝情呢？甘光顶拢唔惊会得到报应。报应？我若是即马，予你去救阮爸，放袂江都城遐个妖道，然后予伊死过去害人，我唔真会有报应。忠臣。我是肝部分，拢是妈妈唔好，妈妈把你生落来，煞无法度把你保护，嘛无材料把你救，都是妈妈唔好，请你原谅妈妈，刘志，吴小姐，这是伊拉拢已经过世了，结果陈金龙也是米得了后命，我真正是目睭青的，再去跟着这个冷家，佫步进了十步了。里外唔知好歹，阮阿爸伊记得上清楚啊。什么人对你来讲才最重要？你，刘小姐，请你这个顺便啦，我父亲也是好心来。你搞点去？什么好心？我看是六月挂彩，第一家好心啦。我囝都让恁囝害死啊，你应该真欢喜才对嘛。你莫伫这有白乱讲啊！恁囝明明就是得着重病才会死，这不是的。你明明知影江道成是阮囝唯一的救星呢，你就硬甲我阻挡，我要去看伊。你就是想要阻挡阮囝唯一的生路嘛？钱已经付你啊，来走。我真无想要挨你的臭钱。妈的啦！你爱收小鬼哦！无人希望这种代志来发生的。你有你的万财，我嘛有我的家庭爱顾。这个钱是要留给那个囡仔办后事，不是要留给你的。要不要去公司？囡仔钱啊，捡捡的，请一个师公啊。阮囝后事我家己要处理，你莫想讲你提遐臭钱，想要抵消恁囝害死一条性命罪过先。要打要烧，都有在你啦。我不准你走！你妈的啦！放手啦！你做啥？想走吗？你想想走？你想想，你怎安尼啦？张苗春，陈忠臣，我绝对是要帮恁刷，我恨你，我要纠缠你，我要纠缠这无根架头点金条，我的恁陈家龙家山地拢无好买，尤其是你，陈忠臣，我一定要纠缠你，一路安尼坎坎坷坷，婚姻不幸，六亲无瓦，回家伙啊！原来剩你一个老公公。
陈中士，安怎？当年我对你讲的纠缠，即个是毋是一句一句拢实现啊？恁陈家规个农家散体，拢无好卖，包括恁爸爸跳楼自杀，连你嘛在遐无无休休几啊年，才爬上岸，即摆煞落伫我的手头，这才叫做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家己，这就是你陈家的报应。有香水，你现在想要把当年你们后生死的事情怪我们陈家家来了，别说了，中志是破病风声的，不是我们害的。杨总裁啊，当年你们后生的不幸哦，我也有听我爸爸说起的，其实这是命运创治的，也不能怪中志啊。我无怪伊，是要怪谁啦？卡说伊若无来阻止，我去找江道成来救我的后生。我得到我的后生，即摆阁好好滴个啊！一条性命就安尼无去，就是伊害死我的后生啊！是咧讲啥话？中志真正的死因是急性的脑膜炎。啊，那迄江道成啊，伊专门啊咧损人的阴德。照命改运是歹心毒性的风水师，伊有啥物才调替你后生延续伊的性命？啊，全部拢骗人诶！就你这种无知识的戆查某，你才会相信。潘中姐，你即马是徛咧李逵这边呢？你拄只甲杨总裁讲一寡过客话哦，敢不需要牵拖着无辜的人？我永白啊，过身这么久啊，你无看我的面子，马大念超越伊即卖立场啊！讲啊讲啊，我永白就是亲声讲啊，敢是？阿伯，江道成对阮陈家下这么恶毒的法术啊，以后阮全家伙拢落灾呢！迄大名超人，大恶无灵。迄家刀甲钉啊！你亲目睭拢看到啊！借问一下，我即马是对一条去冤枉着伊啦。我唔管后来你有啥物冤冤冤啊，迄拢是恁家己的代志。威弟，迄当阵我有亲嘴问过江道成，伊讲有法度来救我的后生。也唔过，你偏偏来阻止我去见恁的爸爸，佮叫人去甲江道成逼走。把伊的道断毁掉，你等于是害恁爸爸，亲手害死伊家己的后生，你知影无？你可拜托了无？我阿爸算怎啊来偷人？伊就是要负起一挂对怎啊来责任，所以才甲朱胜昌啊，佮铁青波去拆破江道成伊的假面具啊。因做拢是正办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互你去影响，要保护乡里啊？杨总裁。我确实捌听阮爸讲过，这个江道成，伊所行的是邪门歪道，所做的拢是歹心毒性的失德态，你千万唔通伤过相信伊。人生嘛，就是安尼啊，命底若注定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；啊，若唔是，就算讲你搁安怎强求嘛，无路用。哎，我甲我后生的死放水了。当作伊从来拢唔捌来过这个世间，真歹势，我做袂到。当年你来决定我后生的生死，即摆就换我来主导你的命运，安尼才是公平。我才想讲要安怎才会当心不低鬼不觉，甲陈忠信一粒搁草伊讲的大石头甲刷走，无想到讲杨香水。竟然替我做客，就凭伊甲陈忠信的冤仇带甲这么重，免我各位插手，伊嘛绝对会咬死陈忠信帮，我就等咧挂电话买就好啊。